365天中文学习，一天一个句子。3月1号，说话算数。说话算数。3月2号，真没礼貌。真没礼貌。3月3号，你还嘴硬。你还嘴硬。3月4号，可想而知。可想而知。3月5号，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。3月6号，讨厌。讨厌。3月7号，不会吧。不会吧。3月8号，不许碰。不许碰。3月9号，可以走了吗。可以走了吗。3月10号，快去快回。快去快回。3月11号，放松一下。放松一下。3月12号，笨蛋。笨蛋。3月13号，别催我。别催我。3月14号，别再混日子了。别再混日子了。3月15号，这没什么稀奇。这没什么稀奇。3月16号，我看没这必要。我看没这必要。3月17号，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3月18号，这是你说的哦。这是你说的哦。3月19号，活该。活该。3月20号，不如这样。不如这样。3月21号，求之不得。求之不得。3月22号，好险。好险。3月23号，想开点吧。想开点吧。3月24号，真巧。真巧。3月25号，别搞错了。别搞错了。3月26号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3月27号，别傻了。别傻了。3月28号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3月29号，别来无恙。别来无恙。3月30号，考虑中。考虑中。3月31号，请便。请便。谢谢观看。